来接一下。雨飞，你弟弟醒了之后，你告诉他不要太难过。本来舞台上就什么事都会发生，不要太自责了啊。看来还是输了。如果他不睡着的话，一定能赢的。那我先走了。谢谢你哈、啊，那我就不送你了啊。 要是不睡着就好了。嗯。没想到最后还是输给了张涵。面试失败，他们说我萎靡不振，看着不吉利。唉。吕翔比赛输给了张涵，赖我。他们说我不吉利。唉。 哎，嗯，赵涵，你说要让我刮目相看，原来你是这样理解这几个字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在舞台上的行为像个跳梁小丑一样，极其的幼稚。 幼稚，幼稚，又是幼稚！你除了说我幼稚以外，你还会说什么？我真的搞不懂你们啊！我只是想把我的舞蹈跳好，有错吗？你们懂不懂我的主题啊？对抗、挑战，不是装可爱。你们现在所有人不是都认为这个姓吕的白痴很厉害吗？行啊，那就让他拿出实力来，证明给我看，把我打败。 不是在那儿飞来飞去的耍魔术，莫名其妙。挑战，那你做到了吗？要不是最后他晕倒在舞台上，他本可以让你输得一败涂地，你知道吗？让我输得一败涂地，就凭他？你觉得我张涵会输吗？你开玩笑呢。 王潇潇，你才来出道班几天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？我会输，我张涵永远不会输。什么？你确定张涵在比赛之前用手机录下了他们的舞蹈视频？嗯，虽然当时我离他很远，看不到视频，不过张涵学的内容和吕翔他们的是一样的。今天在上台之前还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告诉吕翔他们呢？可是我又没有看过吕翔他们的舞蹈，所以当时不是很确定。不过我现在确定了，张涵学的舞蹈和吕翔今天跳的是一模一样。我知道了。那陈总监，我先去教室了。 郑总监，这是我的手机啊，你干嘛啊？怎么解释？这是我。张不见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张不见。 你就说这次张翰死定了吧？喂，李想想吧，你看，张翰从你一来的时候就在欺负你，这次还敢公然在舞台上让你出丑，我觉得呀，他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活该。嗯，这样就被降级，处罚是不是太严重了一点？喂，你没看见呀？上面写的是多次违反公司纪律。 我听说他上次在酒吧打伤李云春的时候，陈总监就已经说要给他降级处分了，是张总监把他力保下来的。这次关乎到专业，肯定不会轻饶他。我觉得张翰就是活该。 怎么？不服气啊？我是不服气啊！当时是您同意让我做这个即兴对抗的主题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提前知道他们的舞蹈内容又怎么样？那我也是靠我自己的原创舞蹈去解构他们的动作啊。吕翔他自己心理素质太差了，这晕倒在舞台上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当时离他很远啊，起码10个这么远，我可没有动他。 他要是连这种承受压力都没有，他怎么做一个优秀的舞者啊？能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是他的事。我跟你的约定是你不能提前知道挑战对手的舞蹈内容。既然选择的是即兴，你们的起评线就应该对等。可是现在，你破坏了这项规则，这是我作为你们的老师绝对不允许的。在我这儿，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触碰艺术的道德底线，至于吗？这样就到底线了？看来你是一定要袒护吕翔了是吧？行，我接受降级处分，行吧？反正都不是第一次了，我就当回初级班度度假呗。 已经给初级生打过饭了，更丢脸的事都做了，还怕这个？哎，但是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在空余，不管是出道班还是初级班，舞台王者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张涵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 看什么看啊？上课了。 向南好啊，对，你要先像我这样来，姿势这样啊，来往前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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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我要跟你一起抗日。那个什么，你逃婚？你等一下，我看看剧本啊。什么？你逃婚来到这里找我？不，绝对不可以，不能让家里断了香火。不，我要跟你一样，舍小家，保大家，一起在前线战斗。啊。 好，biu biu biu， 哒哒哒哒哒哒 ，biu biu biu， 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停。很不错，整个感觉都挺到位的啊。但是要注意一点，你们俩的关系，你是弟弟，但是你的感觉有点像哥哥了。可能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哥哥吧。啊，这个没关系啊。拍戏的时候咱们慢慢调整。我感觉你的综合素质 没问题，好，谢谢导演。导演，你可是咱们系的男二号，角色很重。好，谢谢导演，我一定把他演好。好，好，走。陈总监，潇潇，你带着练一下。这样，我昨天去试镜了一个电影《男二号》，导演觉得我各方面都还不错，决定用我，所以 我想请公司帮忙沟通一下，挺好的，自己找的。嗯，朋友介绍的吧，自己也挺喜欢的，就过去看了一下。什么电影啊？《上海风云2》。《上海风云2》是和影帝杨沁演的那个吗？嗯。上海风云南2号。好，我跟公司说一下。好，谢谢陈总。白影，你是不是要和杨青一起演戏了？那你看到他能不能帮我要张签名啊？哦，你别丢人现眼的。白影萨满能干那种事儿吗？我告诉你，白影萨满一定会比杨青还要火。白影萨满，你带小月月去吧，我可以给你当助理，洗洗衣服啥的。不就是个男2号吗？ 有这么激动吗？大家以后都是要出道当艺人的，别羡慕嫉妒恨。你才羡慕嫉妒恨呢！有本事你也弄个男2号演演我看。什么叫弄个男2号演演啊？演就演，干嘛非得加个弄字啊？我要去，那要是请我去演男一，我还不一定去呢。哦，张涵，你怎么又那么幼稚？喂喂喂，说你幼稚呢！我跟你打赌，白影三马演完这个一定会一炮而红。白影，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 但是拍戏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发现吗？喂，你是去跟我偶像拍戏了吗？啊，厉害啊！那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要个签名？正好啊，我带你去片场。真的吗？我还没见过拍戏哎，他们怎么拍的？想什么呢？傻笑好久了。哎，你就要和我的偶像拍戏了。 感觉身边马上就要出个大明星，控制不住的兴奋呐。其实我也挺兴奋的，开始只是朋友介绍我去试镜，见见导演而已，没想到他们真的会用我。我之前看电视上那些明星说过去都是这样的，说什么无心插柳柳成荫。那说明我的运气还不错。嗯，哎，你给我讲讲试镜是怎么样的呗？试镜啊，其实很简单的。 导演会给你剧中一段戏，来让你饰演一个人物。当你把台词背熟之后呢，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段戏演出来就可以了。嗯，那你这个角色很多人试吗？当然啊，每个角色大概都要有180个人来试镜，还有很多的经纪公司和关系户推荐之类的。这么多人？嗯，那你有关系吗？用关系得来的东西，我可从来都不喜欢。哎呦，厉害啊！ 你说你不仅会舞蹈、唱歌，还会演戏，你什么时候学的？其实我的表演基础呢，就是斯坦尼斯拉夫体系。说白了，就是真听、真看、真感受。当你自己心里能领悟到的时候，自然会真情流露的。什么斯拉基？反正就是导演让你演什么你就演什么呗。 让你演弱智，你就演弱智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先理解人物，然后忘却自我。嗯，其实很多大明星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，这个是凌驾于人物之上的，这就是布莱希特体系。啊，理解了。反正一个是灵魂附体，一个是灵魂出窍吧。好像也对。哎，那挺适合我和胖子的。 我很喜欢表演，不如你教教我吧。哦，好啊，那你就跟我一块去片场吧，还能帮我对对台词什么的。嗯，太好了，我可以要签名，没问题。我还可以要合影，没问题。走吧。Yes。悠悠的胖子的我的，悠悠的胖子的。 我的胖子太胖了，吃西北风吧。悠悠的，我的，悠悠，我的，悠悠，我的，悠悠，我的，都给我了。啊，这个悠悠吧，胖子没有。 白天睡觉，这多让人担心啊！我跟你说，咱有病可不能放弃治疗。而且现在我带你去医院，怎么幸福呀？我可是半年的生。现在你收留我住在你家，而且不收我房租，还管饭的份上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啊，让你健健康康的。不过，你必须得听我话，以后你要是再敢乱吃药，我就掐你的脸，我掐！哎，我掐。哎呀，是不是揉疼啊？我给你揉揉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红了，对不起啊，胖子，我掐太重了，看看。瘦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给你们买了吃了，放你屋里了。哦，谢谢啊。我刚刚在给你哥哥做治疗呢。那个，你今天白天不在的时候，你哥哥他精神状况特别的差，一直嚷嚷说要去找你。我看他特别的可怜，所以我就安慰安慰他。谢谢啊，你能照顾他，我放心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你继续吧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吓死我！胖子，胖子，醒醒，别睡了。哇哦！哎，小大好，来，你们三个跟我过来。哎，你这起火了吗？这么大烟！你们三个到这儿啊，好了。这个人怎么一个人玩跷跷板啊？这个是大绳匠，上边呢是摄影师。哦。哎，那家伙举着这么长一个杆儿，上面还有套个毛毛，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录音杆，上面的毛套是防风的。录音杆啊！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新副导演。副导演，来。哎，王导，哎，白影，我来了啊！哎，一会儿咱们和导演碰一下，导演对你还是有点不放心。抽时间给你讲点人物，过两天就安排你戏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王导，这个是吕翔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空余出道班的成员，唱歌跳舞都特别棒。啊，王导好啊，你好。见过，有点人气儿。是啊，所以王导，你看能不能在合适的情况下给介绍个角色之类的？啊，可以，留个视频，做个简介，来。啊，介绍自己，别紧张啊，来，听我口令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啊哈喽，我叫吕翔，我是空余传媒 ACE 成员之一，我身高1.8米。体重120，我没了。嗯，好，不错。抽时间我给导演看看，啊，咱们走。谢谢王导。导演，给您看个人。白影形象是最接近的，再看就是浪费时间了。啊，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，您看一眼。啊哈喽，我叫吕翔。我是空余传媒 ACE 成员之一，我身高1.8米，体重120。这男孩挺不错的啊，挺像弟弟的。哎，他人呢？人在呢。我给您叫过来。好，吕翔、白影，导演就。哎，导演好。哎，吕翔，这是导演好。哎，导演好，你好。白影，咱俩去聊一下下边的情况啊。哎，好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。哦。来来来，你坐。哦，你以前演过戏吗？没有啊。你说方导，这次真的很遗憾，我们都很喜欢你，不是你不够出色，就是导演感觉你朋友更贴近剧中的人选，以后我会极力推荐你。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。别呀，导演，我根本不会演戏的。再说了，这角色定的不是白影来演吗？我看中的是你的气质，我说你行，你就行。好吧，我帮你跟吕翔说一下。嗯，那行，咱走。我不会演戏啊，不行的。行，没问题。荒唐，简直就是荒唐！就算是章邯做的再出格，这个陈浩也不可以连我都没有跟我报备，就把章邯给我降级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艺人总监？我给你那么大的权利，不是让你去纵容他的。还有，这个章邯他犯的错难道还少吗？这哪一次不比这一次大？这照我说，这个陈浩。 根本是眼睛里容不下任何一粒沙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股东会就准备看我们 ACE 出道？这如果我们不能在股东给的最后期限内让 ACE 顺利出道，别说是我们两个，整个空余啊都得倒闭关门。莫名其妙，居然在这时候他把章邯给我降级了，这不是给我难堪吗？他们还怎么出道啊？你去，赶紧把陈浩给我叫来。 让他把章邯的处罚令马上撤回来。来，别走，消气儿，先喝杯茶。其实啊，章邯的降级处分是我跟陈浩提出的。你说什么？章邯。 火爆脾气，咱们公司这么多训练生，可没有几个不怕他的。再说了，我们都知道他是 ACE 的预备成员，所以才一直包容他。他自己更清楚，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。那天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，你也看到了，不仅是吕翔，甚至是白颖，他们的准备都不够充分。虽说是1年前的那个意外。 但是我们都清楚，就算是1年前，我们也是临时决定成立的 ACE。虽然说当时公司遇到了困难，行了，这公司的事我不比你清楚吗？用不着你在那边跟我报备。我跟你说，张瑞阳，就算是1年前 ACE 没办法正式出道，我这次一定要保证他们能正式出现在公众面前。 来，快走。ACE 的出道是必然的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几个小子现在的配合实在是一点默契都没有，与其把他们生绑在一块儿，我觉得还不如先分开。吕翔那小子基本功差，我就去叫陈浩，好好给他加强一下基本功。至于章邯那小子，我了解了，只要给他点苦头吃，就一定能激发起他的斗志。 我相信以他的能力，很快就能再次回到出道班。好吧，不管什么办法，我给你1周的时间，把章邯给我弄回来，别影响到他们出道时间。好，你放心。胖子，你电话响了。胖子，你电话响了，是那么着？喂，胖子，今天早点过来我店里上班啊，拉哪不干了？之后一直没有招到人，你那儿有合适的人选吗？给推荐推荐。 好像还不错哦，胖子，我有新工作啦！谢谢你啊！白银，吕翔，白银，我伤还没好全。 自己骑车肯定得不方便，你能送我回去吗？好啊，终于不做独行侠了，反正你跟他一个方向，走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陈总监找你们两个，什么事儿？也没说什么，就是关于月末考核的事儿。玉霞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啊？他刚刚被陈总监批评了一顿。 说他心理素质太差。陆香啊，陈总监是我们空余出了名的严师，他越是器重一个人的时候啊，他就对这个人特别的严厉，特别的挑剔，所以别放心上啊。嗯。怎么了？你是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吗？那天要是在舞台上你没有晕倒的话，我相信你可以完胜张翰。 是啊，如果你不够优秀的话，也不可能去代替我演这个男二号。什么？吕翔代替你演男二号？是啊，现在我的心情啊，是既沮丧，但又特别开心。我根本就不会演戏啊，要不然咱们去找导演商量商量。行了，吕翔，正常人得到这种机会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你再这么推脱可就假了啊。不过说真的。 作为兄弟，我真心替你高兴。你把我代替了无所谓的，我又不缺机会，分分钟又来一个，放心吧。刘翔，我觉得白影说的挺对的。既然你已经争取到男二号的机会，你就好好的演。你演好了，我们比谁都高兴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好吧，那我尽力不让你们失望啊。不过呢。 咱们白大少爷可就尴尬喽，之前太过高调，以至于初级班和我们出道班全部都知道你要演这个男二号，这回我看你怎么办。我还怕这点流言蜚语吗？对啊，谁敢说你我肯定。行了，吕翔，别弄你好像很同情我一样，好吗？我只能说这个导演有特殊的癖好，换个导演，一定行。 没打扰你吧？怎么是你啊？刚刚路过你办公室，看到你没在，猜你就在这儿。找我有事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白总答应你单独训练吕翔了。是吗？谢谢。如果论起来，吕翔应该算是我招进公司的，所以应该是我对你说谢谢。 我这个人呢，一向相信直觉。我也跟你说过，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像当初的你，所以我相信他，就像我相信你一样。谢谢。怎么又对我说谢谢呢？我得说多少次你才会记得不要跟我说谢谢？ 谢谢。宠物猪还真变野生猪了，还极具攻击性，养猪失宠。男神，你要加油，我永远支持你。支持什么呀？支持！白影萨满是不是处处维护你，事事帮着你？现在可好，你居然抢他的角色，你不内疚吗？我需要你来评论。